校长的叮咛与祝福。大丈夫です。Hello， 各位同学，我们即将放暑假喽。你的暑假计划是什么呢？校长希望大家在疫情之下，能做到放假不停学，防疫不放松，有计划的定出自己努力的目标去执行它，这样你的暑假生活才不会只是耗时间哦。暑假期间，同学要注意自身的安全，安全不是嘴巴说说而已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小心再小心，注意再注意，不管是出门在外，或者是运动打球，同学都要小心哦。第二，要有健康而且规律的作息及饮食，适度的使用3C 产品。同学在使用3C 产品的时候，一定要特别注意，30分钟一定要记得让眼睛休息10分钟，多多运动，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。第三是学习，学习是无所不在的，可以利用暑假多看一些课外读物，多阅读，复习课业，或者跟家人旅行，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最后要提醒所有参与学校暑期辅导以及高三课程社团活动的同学，要关注学校的校网，准时到校上课哦。为了要让儿童及早获得保护力，在7月7号礼拜四上午，我们学校进行儿童 BNT 以及莫德纳第二剂的疫苗接种，有登记施打的同学务必要记得携带健保卡以及小黄卡。各年级的施打时间，请同学务必要注意7月4号进到学校的校网查阅自己的施打时间哦。最后，校长祝福所有的同学假期愉快，平安健康。家长会长的叮咛与祝福。大丈夫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终于要放暑假了，小朋友们有没有非常期待呢？会长我呢，本人是非常期待，因为终于可以出去玩了耶！ Yeah! 不过出去玩的同时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小心，要戴好口罩，保护好自己。我们开学顺利见哦，拜拜！暑假注意事项要认真收看哦。大丈夫です。告白，我拒绝他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，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，怎么办？别担心，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，此类跟踪骚扰行为都属于犯罪行为，被害人可提出告诉，警方也会对加害人开出书面告诫。2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，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，违反保护令者可处3年有期徒刑，携带凶器者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。追求心仪对象，请尊重他人意愿。
杜绝跟踪骚扰行为，请打110报案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远离岸边时该如何脱身？其实离岸流才不会主动把你卷走，它只会在某些区域出现，不误闯就不会被冲走。离岸流是海浪打向岸边后，水从深处推挤冲回大海的强劲海流。只要是海岸线中间没有浪花，海面颜色与周围不一样的地方，就可能是离岸流。它们喜欢栖息在一些特定的地形，像是沿岸沙洲有槽沟的地方。从海岸向外突出的堤防侧边，还有海岸边水比较深的地方。另外，不管天气好坏，时间早晚，潮汐涨退，都有可能遇到离岸流，就算是大晴天也不例外，而且浪越大越容易出现哦。如果不小心被离岸流冲走了，你可以这样做，顺着水流放松身体，让头浮出水面。水流变慢后，沿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游开，摆脱离岸流后慢慢游向岸边。离岸流的速度比奥运选手还快，千万不要和它正面对抗。看穿了离岸流，就会发现没有想象中可怕。避开离岸流出现的地方，一样有亲近大海的空间。夏天消暑，许多人第一个直觉就是冲海边，但如果看到这样的海况，可得立刻上岸。海水がどんどん岸辺にたまり、沖に戻ろうとします。その時できる沖に向かう強い流れ、これが離岸流です。从照片上更能明显看到，两旁白色的浪向岸上冲，就像涨潮一样。但是中间深色的离岸流却是向海中间流出去，看起来就好像退潮一样。因为离岸流是比较深层的水流，而且表面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浪，加上离岸流总是突然出现，很多游客发现的时候已经深陷其中。韩国知名的海云台海水浴场2012年八月上午就发生有143名游客因为巨大的离岸流被卷走的意外。66名游客被水流卷到70到80公尺以外的海域，在救生员的协助之下才安全回到海滩。剩余将近有80名的游客一直到晚上才被陆续救回。可别小看离岸流的影响范围，最大可以达到数百公尺，而且流速非常的快，从海的表面根本不容易察觉。根据巴西和澳洲长期的研究显示，大概有90%的溺水都是因为离岸流的原因造成，因此如何自救很重要。体力の消耗を防ぐため流れに逆らって泳がず、まずは岸と平行に泳ぎます。把握三个自救法则，除了保持镇定之外，沿着沙滩平行的方向游回沙滩。岸上的人员也要尽量给予漂浮的工具，让泳客可以脱离海流的影响之后，再慢慢游回岸边，才是正确的保命原则。专家也提醒民众，到海边戏水玩得尽兴之余，也一定要处处留意，才能避免意外发生。
需要寂寞，手心贴手心。